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 Channel， 我是竹子。新的一周，稍微来看看各游戏中将会有哪一些活动的更新以及变动吧。Here we go。 首先是每周的 EPB 礼包方面，各大训练师们或观众们记得就是登录各游戏中，然后打开商店购买 EPB 礼包，那内涵将会有一张远距离团战入场券，还有其他道具。本周的聚焦时刻落在2月15日星期二当地时间傍晚6点至7点之间举行，主题宝可梦有瓦斯弹，嘉宾内容方面则有捕抓宝可梦时获得经验加倍。团战时刻方面落在2月16日星期三当地时间傍晚6点至7点之间，活动时间段里面戴欧奇西斯普通形态将会更加频繁的出现。超级团战头目方面的变更，超级黑鲁加将会维持至2月15日星期二为止，然后从2月15日开始维持至3月1日为止呢，超级传说团战头目将会更换为超级电龙。另外值得一提是，本周里面的五星传说团战头目将会更换两次，其中第一次将会是在2月16日星期三开始更换，维持至2月19日为止，期间五星传说团战头目将会更换为普通形态的戴欧奇西斯，然后从2月19日星期六开始维持至2月22日星期二为止呢，那五星传说团战头目将会更换为戴欧奇西斯的攻击形态。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本周在各游戏中将会发生的一些更新事项还有变动内容，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大家。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影片做言论呢仅供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来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